我还没化完妆，笑死！我刚刚自己煮了一个早餐，然后就吃一吃，就来不及化妆，在干嘛？傻白痴！大家现在都在上班吧？是吧？先继续把我的妆弄完，自然就很美了。才没有这件事情哎！我把手机放在这，比较亮。谢谢。也没有真的很怕晒黑的人啊，我想推荐一个防晒，它是防晒又防黑，就是很现在很多很多就是防晒啊，就只有防晒伤，没有防黑这件事情。然后这是日本制造，然后是让皮肤看起来比较亮。不够黑，去买助晒啊！也有助晒的那个东西。午安。我从就是昨天开始下定决心，真的要吃健康一点，让自己瘦一点。因为我现在就是都随便吃，没有在管说到底吃的健不健康，就是单纯不要吃太超过而已。可是好像太超过而已，可是好像要瘦下去。因为我现在卡在46这个阶段，一直下不去这样。午安。才没有，妈咪就说：“你看你这个小肚肚，这个小肚肚是什么东西？小肚肚。”我昨天拍完照，带我回来的时候竟然是烧心哎，到底干喉咙什么事情？好好笑，快笑死了！那回来说啊，我声音快没了，我今天声音其实有点哑。笑死！拍照结果这样动的是嘴巴，是不是？可是我昨天明就没有特别吵，我昨天真的没有特别吵，大家相信我。谢谢，便便图，继续上班，哎呀。是冷气还是风扇直吹？我两个都有开，因为冷气我没有开很低。是你自己乱喊忘记了？不至于吧？好痛我的喉咙，不是好痛，好笑我的喉咙。今天走一个淡妆系列 ，you know。我最近突然想起我小时候学英就上英文课的时间，就我之前是在科建美语上学英文，然后我从大概小二小
一小一的时候就在科建上，然后我有上那边安亲班跟英文班这样，然后我从他们有分级数，就是从 M1 到 M16 吧，我记得16，然后到然后有再来是 K 再来是 A 这样，然后我是从 M1 开始学，就是最基础的开始学，然后从 M1 开始学到 M16， 然后直接跳 K8。就我们每一次升一级都要考试，是真的有人会被留级。我突然想起来，就觉得哦，好酷哦！我竟然经历过这个时段，课间换言是不是？然后我就从 M1 到 M16， 然后跳 K8 嘛，然后 K8 到 K16 这样子，然后上完我有考到 A1， 我没有被留级过，但我们同班的有些人有被留级过，然后有些可能上面的人留级，然后又会转到我们班这样子，留到我们班，然后再没有考过他就继续留下去，就很像大学，你不觉得吗？被留级超好笑的，很酷的回忆。然后上到 A1 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要去学，因为那边真的是那个老师真的太机车了，而且功课超级多哎、而且功课超级多哎、英文功课真是多到我真的是比 reset 还要多吧，我真的是比 reset 还要多吧，比 reset 跳的场次还要多，多夸张。那我们那个老师，我们的外师有点神经质。那我们上课是规定说不可以讲中文，就是讲中文会被罚。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全英文上课，整个环境里面对我们来讲是好的，就是而且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在我是在一个比较不怕说错东西的班级，是大家都会一直很吵，一直很吵这样。就我们班比较不会怕说，我不会，所以我们就会更快速的学到新的词语。因为老师都会，就外师会跟我们讲说那个词要怎么讲，所以我们就会在那边学。但因为我们外师会抽烟，然后我们就说，就是那时候还小嘛，国小，那我就上到国一才没上，国一国二有点忘记了。然后呢，我们就说 Teacher Brian， 然后他们就这样 Are you 这样，他就说这是。他就说 Oh smoking， 那我们说 Yes， 然后他就说 Oh yeah， but don't tell anybody， 这样不要跟别人讲，说 Yes， 然后他就说 Oh yeah， but don't tell anybody， 这样不要跟别人讲，说我觉得我身边如果有跟我一样可以一样跟我不就是但很常发生，就是升级考的时候出题出错，我觉得很好笑，然后就会老师直接写答案，对，好了，
等下再画，出门，出门前再画。说下去，我出来了。我刚刚房间都没有网络。我刚撞的东西，然后啊呜！你没有听到我刚刚讲我上课见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我讲那么多有没有人听到。我相信爱存在。In your eyes, in your eyes, in my eyes. Oh, 我期待，我明白，爱存在。哦，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很怀念，就是那段上课间的时间，是因为，就是那时候可以。很无畏惧的一直讲英文，但是不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对，但是就可以一直讲，就很开心。而且因为就是我觉得学语言真的是要有伴一起学，会比较快，学比较快。然后反正就是我从 M1 到 M16， 然后再跳 K8 到 K16。然后再到 A1 这样，那我的书都在我爸爸家这样，我的书都在爸爸家，现在可以无所畏惧的说，可是没有人可以纠正我到底是不是说的是对的，或是是不是顺的，对吧？录个音乐。哦，我只是拍个照，为什么声音就哑掉？很好笑哎、欸，可是姐姐就说。姐姐说我已经很克制自己了，没有特别吵。I don't know. I just 比较嗨，他就说我只是比较嗨而已。我去把房间的冷气关掉一下，等我一下。不知道怎么会来，来，我去洗个手手，你们可以跟福德讲话，你们可以跟福德讲话。
镜忘在，把眼镜忘在厕所。高明就没有在用，被你强迫你也敢来，要跳舞。Let me get a good in the shots。福德吃早餐了吗？还没。但是福德抱着福德的人吃了。来擦防晒。虽然这擦身体很伤钱，因为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穿长袖，所以我得擦防黑。速度变快了，我根本就没有画完，而且我真的很随便在画。每天都说同样的话，好想当谁的坏。不好看就不会讲。不是啊，我知道你就是喜欢短发而已。是不是？毕竟你很严格，你三十几个都可以了。我说都可以喜欢了。长发，最好是啦，还是果树。直接把同伴找抓出来，抓到。Michael, Elio， 你哪是长发控啊？你不是小彗星吗？好，那我要跟喜慧讲说你不喜欢他的短发，直接乱解释。你就太美。现在不可以乱讲。会被杀掉的哟！福德，你要擦防晒吗？你看你都晒成黑色的了。嗯，你也要擦个防晒霜吗？有人在直播擦防晒吗？是不是只有我？刚才拿喷几道喷头，太多了，太多了。他自己就防晒，因为光照到黑色会反射，所以他自己就防晒。你身擦防晒真的长这样。但这罐的味道我没有那么喜欢，但它就是会让皮肤看起来像光滑亮亮的这样。都戴头套嘛，脸都白，脸色苍白，都没有吃东西，全部吸收吗？可是不是因为。就是，我是听我们地老师说的，就是那什么赤道之前，赤道附近的国家的地区，就是之前也有
白人，但是因为太阳照射的关系，让白人比较容易得皮肤癌，所以那边就现在比较深、皮肤比较黑的那种人，就比较不会得皮肤癌。为什么啊？哦，对耶，黑社会全部吃进去，那为什么比较多是白人得皮肤癌？哦，因为不够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皮肤，是不是？我们想要买它的特限定款粉色的樱花的。还有一个是专门擦脸，然后是校色的那种，就有紫色色。缺乏黑色，乏黑色素。可是我明着脸的是 WiFi 啊，为什么？为什么会那么卡？需要关冰箱。我真的有点烫哎！我去拿冰块。冰块。我很气啊！再拼啊，可以来看。对啊，我知道，明年的三月。夹在后面，这个地方闪，还行。被迫营业，我哪有强迫他？超级过热，我不知道，应该是有一点。手机蛮烫的，请不要对准。偶像意识 ，you know。吃就长这样了，要关入冰箱了，要就嘴对。你们可以这样跟一个未成年的人讲话吗？啊，你们可以这样子讲话吗？酒量好，变态下去。你们也是这种人。总之先截图，为什么？哦，你说他的留言，我以为你要截我，差点忘记你还没试盘，上次没跟到。啊。
要人工呼吸，人好奇怪。这种冰块的味道，很凉凉，冰块，好冰啊！我真的好讨厌我的侧边的骨头，它长得很奇怪。真的长得好奇怪啊！就这一块，整个多一大块了。小安啊，就多一块啊，所以才会看起来很胖。老师觉得，我就觉得我脸上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一块肉。这一块骨头，那我直接就说，那我干脆是削骨这样，不是起司蛋饼，对呀，我没有，下次涂黑就好了啦，不是，大家的都是，就是从这边然后这样接上去这个地方。可是我就是多一块这里，然后它长得太下来了，好热。啊，谢谢，大感恩。吃早餐，他们昨天点说很好吃的。蛋饼，我没有吃到。起司蛋饼，垂到下汗，对，太长了。其实我吃过早餐，你刚刚先吃了一点。东西，起司蛋饼，嗯，还不错，好热。不准加酱油。嗯，嗯，嗯。我从昨天下定决心要开始减肥，想要多餐也没有，我突然最多吃三餐，最少吃两餐，欸，一餐也有可能。算不算起司酱？不算，起司酱是那种不会凝固的。就是吃健康一点的这种减肥，我现在随便吃的减肥，之前都随便吃减肥，只要不吃过量都没事那种。想吃啊，有吃空心菜烘蛋，我是减肥，对，之前是这么回事。现在健康减肥，
什么没穿？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再吃健康一点的话，更容易瘦，就是不要吃那么多加工的。我没有，我没有吃水煮啊，我是用炒的，然后再炒完，然后把蛋加下去，然后焖煮，让它变烘蛋这样。有人也是这样，同样食物减肥吧。有人一个礼拜都吃，三餐都吃蛋黄酥，也是可以减肥啊。但是你身体的肌肉不会，就是不会变成肌肉。分肌各有不同，因为像只有那样就很健康，对，营养不良。我现在应该是会用豆腐代替饭类的吧，可是我很久没有吃饭，其实我昨天是久违的吃到白饭，我自己是超爱吃白饭那种人。这个吗？对啊，长一颗豆腐。会啊，还是会。不可以完全戒掉淀粉。有肉类麻烦。没有。我其实很爱干啃豆腐，你们知道吗？就是豆腐一打开，我就可以直接吃那种，我超爱这样吃。大概这些，对啊，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可是超贵的。平安豆腐，可是平安豆腐，它很多酱油膏很咸，嫩豆腐觉得，干吃会选的嫩豆腐，嫩豆腐。其实没有这样的聊天眼睛漂亮，是吗？我很常吃到好吃的东西都是这样，然后小孩子。原本没有想要把这些整盒吃掉，但是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可不是东西啊，很多啊。
带来快乐。好吧。我就是开始下定决心要减健康减的时候，我想说要去买东西自己煮，就等下可能会去个全联买一些食物之类的食材，1.5公分，吃到东西幸福香。Lion Heart， 鸡胸肉蛋饼，芝士蛋饼，我喜欢吃脆皮的芝士蛋饼。我今天早上自己弄高丽菜红蛋嘛，不是高丽菜，空心菜红蛋，然后看起来很像很恐怖，但吃起来超好吃，真的，发誓，真的超好吃。分你吃一口，我咬过的，超恶，我咬过的，我嘴巴明明就塞东西，我可以装成没有东西。绿的，绿的。咬过很好为什么哭？他还很小吗？婴儿那种吗？我的脸呢？肉肉，还不到两岁。妹妹不要哭了，妹妹，为什么哭？干嘛哭？妹妹不要哭，自己陪你玩。所以你吃不到芝士蛋饼，但也不要哭好吗？我会哄小孩吧，拜托，是我家第三个大的，我底下有六个，对，六个弟妹，总共啊，两个弟弟，然后四个妹妹，亲戚的话，家庭亲戚。
谁最好看？死你妈！他们一直都很好看，那看你直播了。那我就可以，我就不可以乱讲话了。有小孩子，拿手机给他看。妹妹，你在干嘛？妹妹。妹妹你在干嘛？不要哭哭啊，早上哭哭不好看哦。要当飘飘的小公主的话，就不可以哭哭，是不是？谁是最漂亮的小孩子？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最可爱的是不是你？有台姐姐。你没找叉叉，那我就按下去。这个我不要。有没有小孩子要丢来这边给我顾的？这样线上顾小孩保姆是不是？每次都是不同的人，小孩子又分不清楚哪个才是同样的人，真的吗？可以啊，我其实蛮喜欢小孩的。我之前有梦想，就是当幼稚园或是国小的老师。全都是漂亮姐姐，妮妮老师会被欺负那种吗？应该是不会，会很凶的那种。是幼儿乖小孩？没有，我是这种人吗？是吧？我就挺凶你，不要。现在有小孩子在看，我们要合家观赏。懂你在讲，你也知道懂你在讲。你看，等一下，哇，他爆掉了，气球爆掉了，吓死！是气球，它里面的碎碎都露出来，它爆掉，我只是把它撕开，然后上面粘了很多胶带。抱歉，妹妹吓到你了，妹妹，抱歉。要扫地，救命！你看他的残骸，什么姐姐？到底有谁可以在直播不小心弄爆气球？怎么突然爆掉？因为它粘着那个。胶带，然后我想要把它撕开。自己的弟妹都想给他名权，真的。但我不是说我没有一个最小的毛毛吗？跟我差十三岁还是十岁的？我记得是十三岁的样子，还是15岁啊？有点忘记。对，差13岁的最小的表妹。还是很欠揍。
猜一轮。我好像每次直播都会跳这首。会是会了吗？会啊，他之前到2、3岁的时候都还不会讲话。对啊，可是而且，不是通常都说就是女孩子会比较早会讲话，她那时候什么都不会讲，但是她会说颜色的英文，就是什么 red 啊 blue 这样，但是你讲中文她不知道那是什么颜色，超扯，因为她都看 YouTube， 然后 YouTube 她都点到那种英文啊或是日文的影片这样，然后。然后我说你拿红色给我，他就说红色，然后我说 red， 他就拿给我。对，我觉得他就是很好笑。然后他的大姐就是我最大的表妹，我大表妹身材很好，然后 也比我高，长得 很有那种弹钢琴的气质，但是他不想要学钢琴，他会画画，很会画画。快乐鼠朋友，那是什么？求 IG， 他没有 IG。我现在长得，其实我觉得很有特色，我觉得他很适合走模特那种类型，因为他妈妈也很漂亮。是其有考虑吗？没有，他好好读书就好了。他蛮会读书的，他好像是市长奖毕业，国小市长奖毕业。但他妹妹就有二表妹是个学渣，超好笑。啊，谢谢。县长奖，穷途游，这叫做小时聊聊大卫比加。那很聪明，对啊，很聪明。我大表妹的身材比我好很多。景哥啊，他很高啊，腿又长，然后又我不知道他现在多瘦，我很久没看到他了。他就很高，然后又有气质，又会读书。Ice cream cake， 很可怕。
他没 IG， 我没有，他没有，他没有 IG。他只有脸书吧，我记得，脸书跟 LINE。那没。我有点忘记了，想一下哦，他长得像谁？长得像哪一种？他有点，他身高，我觉得他身高应该有167、168吧，应该现在，因为他比我高。或是165差不多，然后身材跟妹妹有点像，但是 我妹妹比较肉一点。有啊，都有都有。他四肢有点跟我差不多，四肢跟我差不多，但他的腿更好看。很高啊，他们家基因很好。那时候妈咪有看就是毛毛的照片，然后他就一直说很好看，毛毛很好看，但是长大就有点还好。他长大很跟他二姐很像，就二表妹很像，长超像。长歪了吗？有一点点，就是没有之前小时候眼睛那么大了。他眼睛超大，我有他的照片吗？好，可以给你们看小表妹，我二表妹跟大表妹很小之前的照片，是很久之前的照片。这是我大表妹，这是我二表妹。可是现在不是长这样，但这张真的很像，很像我的小表妹。然后我大表妹现在长得更漂亮，很可爱吧？但这时候我小表妹还没有出生，这应该是他们5、6岁的时候拍的。看一下什么。给你看我小表妹很小的时候，很可爱，很小很小的时候。现在长得也太可怕。太小了，很可爱吧？相簿哎，看到我妈照片，一堆我妈照片。哥哥可以讲不行，我大表妹96年生的，2007年的，2007年年底12月。蹦蹦吧，蹦蹦呀！可以给你们看小表妹趴在地板的照片，很可爱。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2008年呢，好久，这还太小。你们这些奇怪的人。全家福，太亮了，太亮了。小你一岁，哈，小你一岁，
在看电视，都在看同一个方向。没有，他们就是趴在那边而已。已经没有什么最近的照片了，发现。我们看不到电视吗 ？OK， 好的。现在这边没有。表面的照片，他们家也很不爱拍照，也不是说不爱拍照，就是不爱自拍。SES 没有，是 SPA。啊、哦，对啊，滚，躺屁，少女天团哦，对他们，我现在发现很多都是返场的，好热、哦，太好动了。这首应该很久很久啦，像 Next Level 也是翻唱的、啊。我可以念榜，其实我鼻子都出汗，我鼻子很容易出汗。你才刚来。那是你们的问题，没办法。今天有幸运数字吗？哦，啊，哎，哎，好像不行啊，我没有那么坏啊。日榜第十七名北极熊，第十六名 Hanabis， 第十五名落日一笑，第四名。明天生日小啊，等我一下。第十三名朱里恩，第十二名小翔，第十一名洛克，第十名玉，第九名竹伦，第八名潘多拉，第七名蒙恒，第六名 YC， 第五名边缘兔，第四名戴瑞伟，第三名朱新当，第二名马吉斯，第一名是阿基拉。辛苦了，小一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我差点被抓走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八月十号，对，八月十号，辛苦了。无缝接轨七七子，哼，他还没开，笑死。啊，干脆之后写十二点半好了。八百一十，哎，九九，去抢他啊！不要，我会被揍。阿伦大王，九。
看下自由时间。二。一。始まるまでちょっと不要去了，对，去走一走，吃饱走一走，拜拜，请支援收音，在等你，拜拜，卡卡卡，拜拜。